光在那。你买你帮我买过。也不是我买的。你买你买了跑老婆，那你们买过来跑。小鱼妈妈帮你做酸了，今天。压着两道吃肉多了，搞点酸。今晚上可以吃了没有？没有。要搞点，今晚上吃啊。要腌一晚上。要紧急吃不了热豆，我这个给你做，给你吃，绝对会做给我吃。做什么？这个，哦对了，这个切，等一下叫表妹弄就好，今晚上可以吃哦。晚上都可以吃吗？嗯。怎么样？这个啊，等下来切切腌起来，今晚上可以吃啊。可以啊。哎，丈母娘变成厨房的刀工去了，哎，真能干啊！哎，他们这边的人做鱼生。我去做奶奶，我哪知道？这个好好吃的，我的最爱。我腌的豆角生也蛮黄的吧？多了，还有多了，这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那你切这么多干什么？那你不切完去啊？袋子那里不要了、啊，不要了，把就拿去给关上，放在酸台里面去。这个一本吗？啊？一本吗？煮好吃一点，我小鱼最爱吃了那个。会不会剪得太碎了，表哥？表哥说我的刀工就是如此，没办法。那个后面的不剪吧，前面的。不剪，差不多。哈哈哈哈哈！剪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比。看他没见的人见的见。厨师说怎么剪就怎么剪，知道吗？怎么那么冷战？这么冷战？怎么饿了吧？肚子饿了吧？怎么什么时候吃饭？六点。啊？六点是不是有点晚呢、啊？没有办法，今天杀猪杀的晚了。嗯。二十分钟杀一个猪，可能一个半小时。好了，我放火了吗？放了，灯泡热了是没？哦。看看看。萝卜香的，几十个。开动桌子去。表哥，你洗手没？洗了，放心，消过毒的，100度高温消过。那不熟喽？这个有酒液哦，等下放些蒸锅去高温蒸。对。要定。表哥，你为了省那一个毛巾。老嫂又来喽，怎么都看到喽？哎呀，我这个还没抽丝，哎呦，看着好哦。哇。正宗的五啊，吃一块就 OK。你看，苦苦的吃了，吐出来一口。哈哈，表哥，你要抢个镜头先。帅哥，你也来帮装客用啊？老板，我帮换衣服。我要学了哇，以后自己做哦。我信你。哎，其实切猪，猪可能要你大块不？大块切得多。反正瘦瘦的哦，又吃不肥。我和你一样。我和你一样。看来以后，看来以后，小勇哥和学哥准备退休了。和二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么多学徒，师傅，快点学吧啊，做好一点嘛，过年就靠你们了吧。学哥准备退休了。八十年。
很热。太大了。那边那边有吧，亚哥。准备吃饭了吧？看一下你的手机。那你去哪儿？我在走走那里。啊。放心，这老吃饭啦！菜没上来吗？慢慢吃喽。青菜上来就走了。青菜没炒来。是这个。这个鱼仔。天都黑了，哎，今天搞到太晚了。吃饭，吃饭了。